肖战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明星之一，他的成长历程和励志故事不仅激励着他的粉丝，也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，肖战曾经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困难，但是他从不气馁，而是积极面对并坚持自己的梦想。他的音乐天赋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无遗，但是一开始却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。然而他没有放弃，而是默默地坚持练习，直到有一天他的音乐才华终于被众人所发现，并在一场选秀比赛中脱颖而出。正是在这场比赛中，肖战展现了自己非凡的音乐才华和执着追梦的精神，最终赢得了比赛的冠军。然而他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变得骄傲和自满，相反，他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为自己的音乐梦想奋斗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，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，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除了音乐才华，肖战还展现出了其他方面的天赋和能力，他的表演、口才和领导才能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赞赏，他在工作中的努力和勇气也让人们为之赞叹。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，更是一位有思想、有爱心、有担当的年轻偶像。肖战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，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比如坚持、努力、勇气、自信、执着和耐心。肖战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不懈追求得来的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。在肖战的音乐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和执着，他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正能量和鼓。